OK，好，那我们的比赛开始喽。边的话是由我们对方的长相，那边的话应该还有剩下四个人哦。那我们可风高这边的话，现在他们的半血人，然后他们攻击实在是非常的激烈。这里的话，石幽冥，现在石幽冥人，究竟第一局会不会由我们的无可奉告拿下呢？你说那个吗？好，稍等我一下哦。马克有没有听到很多的？各位有听到很多的？你小看大家了。OK，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比赛场地上面。好，第二场比赛的话，那是目前还是处于一个落后的状况哦。那老爹靠着墙这边在做一个进攻，啊，只剩阿勾一个人，阿勾一个人。阿勾因目前也被打倒在地了，所以说由我们的无可奉告拿下第二场的胜利。相当的意外啊，因为其实那行的话大家都看好是冠军的候补队，那他们在就是不管在胜利还是平常赛都有不错的，可是这次的比赛似乎没有占上很大的优势哦。那我们的皓月现在剩下两滴血哦，不过还是没有死掉，因为目前他是我们胜利排行榜第一高手。做一个，而且做一个攻击，但是马上就被阿勾直接倒下来做一个击杀。双方人马在中间做一个强烈的激烈的交火，目前就是那一个人使用你，那一个人一个人打了两个人，黑猫才是被对方做一个进攻。他虽然说打倒了黑猫才是变之后，后面还是被射爆给打倒了。哦，直接拿到3-0，3-0啊！无可奉告，真是这一次比赛的一个大黑马。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得到黑猫才即便往。对，往后拉，但是皓月这个地方有好像有被榴弹枪稍微做了一个骚扰，所以血量也稍微落后。不过对面的部分呢，月霓神采已经先倒下了。好的，看到我们的月霓现在在做一个跳射，准备直接进攻，做一个强攻，追着黑猫人边，黑猫人边闪过了吗？没有闪过。还是被打倒在地上，别跑了！他直接拿火焰做一个对开，现在只剩下阿勾，阿勾也倒下了，射爆直接打倒了阿勾。那阿勾在最后也跟皓月做一个互换，不过呢，最后还是由射爆收掉最后一个人。啊，直接那顶现在陷入一个4-0的决定当中啊！月影成才还是一样先被打倒了。Okay, 我们把画面转到 JK 身上 ，JK， 哦、oh, ，JK 跟那个皓月直接两个人一起秒掉了，哎、欸、，JK 加皓月秒掉了白极剑，
怎么回事？是有炸弹吗？因为刚刚我看到好像是那上面的比分是这样子写的，还有20秒，看看是同队吗 ？OK， 好，那我们看到 JK 他的角度啊，招呼啊。声音很顺，画面蛮顿，没有主播这边的话哦，现在两刀阿公又被打到，我一次炸死了两个人，所以这样是皓月跟 JK 两个人的对决啊。其实两个人离得还蛮近的，究竟谁会先看到对方？皓月决定往回拉。好，我们可以看到小地图，双方人马好像没有想做一个进攻的打算，因为皓月觉得说啊，可是觉得分数领先，然后所以说他并没有做一个强攻的动作。那目前时间还剩20秒，好，双方可能没有打算做一个进攻。10 seconds left。两个人互相跳恰恰，可以看得到皓月的屁股扭来扭去的，好像没有要往前走的意思。时间剩1秒，时间到，那这边是由4-0，4-0的平局哈。那这边再重开第6回合，皓月直接在对于那个点做一个压制，但是直接那平四个人直接全部飞了进来。可以看得到那群其实打得很积极哦，准备做一个强烈的强攻。老爹炮的塔已经先倒下了，皓月往距离拉开，看到 JK 在旁边直接射，连续一个攻击，但是没有把 JK 给射倒。JK 现在也发现他直接做一个回身牵制，皓月血量也现在陷入到一半以下喽。皓月今天又被打倒在地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射爆的部分。好的部分，可是看得到 JK 的仇恨值，但是回身作为攻击，先把 JK 给打倒，黑猫才进一个漂亮的攻击，把 JK 给打倒了。但是这边射爆一个人了，其他人都倒下了。阿勾直接做一个火焰的压制，直接把射爆给打倒在地上了。好，那三七回合，刚刚有那顶追回了一盘，皓月目前是由大绝的状况。好像也没有打算从前面去做一个大绝压制，但是应该还是会用扫描器帮大家去做一个就是人员的爆位、爆点位的动作。那究竟能不能把握这一次的机会去做一个有效的进攻呢？但是可以看得出来，这边的话，他这边的血量是有比较受损了一点。那无可奉告的部分，究竟能不能拿下这一盘呢？可是双方好像也打得比较保守一点，虽然说中场的部分由 Nothing 占据的哦，但 Nothing 这边的话好像没有打算做进攻。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 Nothing 的 JK 往旁边绕，但是这边发现我们的怨女成才已经先倒下了，但是这边的血量来说的话啊，好像是由 Nothing 比较领先，因为 Nothing 三个人都满血，但是这边的话。这边无可奉告的部分，他们的血量都在看一下。老爹炮的他先被我们的石头名家 JK 打倒了。OK， 好，那现在就看一下双方还有什么样的交互方式呢？有可以看得出来，那些三个人在铁桥的部分，然后呢，由我们的无可奉告是守在家里前面。这炮现在露出来做一个进攻，但是看得到南盾在这边做一个防守。阿波的南盾石油明连续被火力炸了之后，连续被我们的榴弹枪炸到没有办法移动，直接倒下了。那这样的话人数的劣势又产生了，所以现在 JK 跟我们的阿波两个人，那 JK 跟阿波两个人会不会做一个进攻呢？他现在两个人好像抓到了我们的黑猫台积电，直接射倒他，但是阿勾也倒下了哦。最后时间到了，所以说是有两个人对上一个人，所以说这一盘呢是我们的无可奉告获胜。OK， 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刺激齁。
OK， 好，第二场比赛也开始喽。好 ，JK 目前打算协同的队友先对这个铁桥的一个出口去做一个压制，连续榴弹枪的攻击，双方的血量目前没有太多的减少。老爹靠的墙，目前拿着盾，正在前面做一个诱导哦。好，老爹炮墙目前正在前面做一个诱导，看看能不能有机会能够知道他们的位置。黑猫宅急便的血量已经先被降到一半以下，可能被受到了榴弹的骚扰哦。那现在第一盘的部分由我们的乌克风高拿下来，那究竟能不能直接直落二拿下这一盘呢？就可以看他们双方的表现。阿哥可以看说，南盾他现在使用南盾在前面做一个抵挡，可是史悠明这个部分忽然间被放倒在地上哦，其实没有被放倒。但是血量双方第一个互换，这一身的血量也到蛮低的，但是黑猫仔便在做后面做一个扫射，准备做一个强攻，只剩下阿哥一个人了，阿哥怎么办呢？阿哥准备打，虽然换了盾之后，但准备做一个进攻，虽然换倒了射爆，但是还是被老爹跑的他跟我们的黑猫仔便两个人的一个助攻跟这边的一个掩护敌情况之下倒下。啊，看来我们的 Nothing 感觉起来有点岌岌可危啊！真不愧是由我们天梯第一名的皓月所组成的队伍来做一个进攻，究竟这一次能不能顺利的由 Nothing 再拿下冠军呢？还是在第一场比赛就这样止步了？其实非常的刺激啊！还是会有内阁的状况吗？那好的，那这场比赛要是结束的话，我们会不会做一个重开的动作哈？黑猫宅急便这边先做一个换座的动作。好，从这边射爆先已经跟对方的对手已经先站在一起。哇，现在是人多的情况下，从后面直接把怨灵神才给收掉了。但是这边阿哥直接用一个火焰收掉一个人，收掉了射爆也被。射爆这边的话，也血量也非常的不足啊。阿哥这边的血量也非常的不足，但是最后还是把距离拉开，但是后来双方人马好像也都拉开了距离。那目前只剩阿哥一个人，皓月又把石油女给干掉，两个人互相对砍，黑猫在一边一个刀直接把阿哥给收掉了。现在有2-0，是有无可奉告领先啊。无可奉告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大黑马，实力相当的坚强啊，遇到了上次的冠军 Nothing 完全毫不畏惧啊。黑猫在一边打算去做一个狙击，但是发现榴弹枪一直进来，好像对他血量产生了不少的影响。他这边直接拉开了距离之后，我们的 JK 是先倒下了。哦，可以看得出啊，皓月打得非常的好啊，皓月战绩也是3-1。然后黑猫等级也是3-6，两方人马开始互相互换，皓月直接收掉射爆，又收掉阿勾，只剩下怨灵神才一个人，目前的位置现在两个人进攻开始围着他，怨灵神才往距离拉开，然后对皓月展开一连串的进攻，有没有办法消耗？那没有，他还是把距离给拉开了。怨灵神才现在血量只剩14滴，回到了这个出生点的地方，打算准备做一个防守跟狙击的动作。OK， 好，那我们可以看出来，时间剩下55秒，剩下45秒，不好意思，剩下45秒的情况下，究竟能不能做一个进攻呢？他看来我们的无可奉告不打算做一个进攻，只是就是把人就是放在外面准备。看他会不会出来这样子。OK， 好，那现在战况有点焦灼啊。可是怨灵成才这个部分，好像并没有打算做一个进攻，一直守在门口。那三个人也是守在他的位置，
不会出来的话，有可能直接被击杀。那双方哦，因为时间到的关系呢，这一场比赛还是由我们的，由我们的那个拿到了。这无可奉告实在是非常的厉害，无可奉告他的。没想到竟然可以把纳什影逼入这样的决定，其实因为可能是因为赛制的改变了，因为这次的赛制呢需要枪盾刀各一个，然后另外一个随机选择。那纳什影他们的战术大部分都是以就是三枪为主，那这一次的话是变得只剩下两枪，我想他们的战力可能会受到一些的损失。那皓月知道自己目前因为有仇恨值的关系，所以一直不敢的走得太外面，但是这边的话射爆的血量也是降到一半以下，双方好像没有发现对方。射爆究竟能不能够打开僵局呢？啊，黑猫仔这边也在上面也做一个狙击的动作，双方这一场很小心齁。哦，那是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石优米已经先绕了进来，但是还是退了出去。石优米本来想说哦从旁边做一个进攻，但是这边好像刚刚有被狙击枪扫了一下，但是并没有打中啊。可以看得出来对面的血量都已经到了一半以下了，射爆的部分还是对这个路口去做一个压制，然后由黑猫宅急便做一个狙击。那双方血量其实都有在互换，可是已经来到了，哦，漂亮！黑猫宅急便直接把 JK 给打倒了，那逼着我们的 Nothing 不得不往前进攻了。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对战局产生改变呢？哦，但是这边的话一样，直接石油明也把射爆给打倒，反而人数就转回了一个领先呐、啊。那黑猫宅急便因为头上有仇恨的关系。结果没有办法，后来阿勾加上我们跟李晨才两个人直接把皓月给收掉，反而追回了一盘呐、啊。刚刚这个平衡一被崩坏之后，两方人马就开始火力直接冲到对方开始做一个进攻了。OK， 好，那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的第五局。第五局呢？可以看得到双方人马的位置好像都打得比较保守，并没有打算做一个进攻的部分，可是我们的黑猫宅急便还是被榴弹去做了一个骚扰。哦，他现在打算隐形吗？好，隐形了，但是跳下还是被炸到。哇，他现在血量一半以下啦，这实在是非常的不妙。那对方拉行的部分也没有急着进攻啦。那你要做一个骚扰，那射爆的部分啊，可以看得出来射爆在前面。看我们的 JK 一样在做一个盘旋的动作，但是他们的榴弹攻势似乎受到了，但是似乎掌握了不少的优点啊，所以他们的血量其实都已经就是全部无可奉告的队伍的血量已经都被降到一半以下，但是我们的 Nothing 却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损解。那而且黑猫整边头上带着仇恨，它的相对位置呢很容易直接会被发现。好，现在人露出来，看到了阿勾中间，愿你成才一个狙击没有狙中，退了出去。哦，老爹炮的茶先倒下了，他们的男生倒下，所以不得。逼着我们的无可奉告不得不进攻啊！那现在无可奉告一进攻的话，直接整个平衡就已经被破坏掉了。可以看得出来，两方人哦，既然皓月这边直接打倒在地上，哦，漂亮！因为时间到的关系，所以皓月跟射爆两个人的人数比较多，所以他人数是2-1的话，是这边是有无可奉告拿下这一局，然后无可奉告这样就听牌了哈。非常的刺激的比赛，感觉起来拉丁这次似乎是踢到了铁板啦、啊、但是这边呢、啊、还是黑猫宅急便还是一样处于在一定的位置做一个进攻，还是一样被榴弹枪做骚扰，还是所以说他的血量一直接就降到了1/3了。我们可以看到徐优敏的血量现在也来到了一半以下，刚刚好像有一阵子
比较小的交火。哎，两方的盾其实是在对看，可以看到老爹跑达跟阿公双方隔着一个铁桥深情对望，好像没有在准备进攻的意思。哎，使用名做一个火枪的，对，觉得哎，竟然被黑马这边直接狙掉了，两方的人数又变得有 nothing 少了一个人喽。哇 ，nothing 真的是这一次真的是踢到一个大铁板啊，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不妙。JK 没有要进攻的意思，但是也把黑马随便收掉，变成人数是3-3，加24秒、23秒、20秒左右的时间，双方不进攻了，因为是3-3的关系。那这边的话，因为Nothing 的分数就比较少，他们打算打得比较防守一点，最后一个朋友，但是因为哎，射爆的血量也来到了低，剩下19滴血啊，那这边也是非常的危险。如果说他被打倒，哦，这边变成一个平局的局面啊。刚刚是由这边占领，占领的赛制在的关系，那因为这边4-1，虽然说他们占领了，但是还是要等到最后不分胜负的情况之下，才可以计算占领的局数哈。可是目前的话，人数是3-3。好，我们看一下两边是否要做一个进攻呢？大家都准备做一对铁条去做压制，阿勾往后拉。阿勾再往后拉，两方人马。随着血量的互换之后，老爹炮塔血量来到一半以下，但是中间的部分似乎还是被他占住哦。那这边的话是，哦，还是平局。这场比赛究竟谁胜谁败？因为这边要看到占领的关系，所以我说我们现在把视野先拉到这个位置来。做一个转播哈，这是一个自由视角的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双方人马还是在对方的阵地，并没有做一个进攻的动作。但是因为阿勾现在头上有个仇恨，其实他的相对位置会比较容易被发现。那如果双方一有开战的状况的话，我马上就会把画面切到开战的情况哦。双方人马也打算做一个进攻吗？目前时间又来到了1分钟哦。
可以看到黑猫城这边现在正在准备做一个狙击，好，两方的阵型其实都是两箱一刀一个。哦，这边因为时间只剩下15秒。可是剩下1秒，又是一个战力。刚打的实在是非常的小心啊。欸，那个占领的规则要怎么？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双方可以做一个进攻啦，不然的话这样比赛其实他没有办法分出一个胜负啦。阿勾虽然手上有仇恨，但是大家好像没有对他做一个压制的动作，因为毕竟蓝盾不太好容易进行压制。好，时间又来到了30秒的话，我们把画面切到我们的灯塔的中间，看看。正常来说，我们需要有暂停动作才有办法获得胜利，但是好像并可以看出来，对面好的人好像并没有打算来做这个暂停。但9秒钟，皓月来到了灯塔。对方准备做一个占领，双方已经开始开火了。哦，直接漂亮，那谁直接被打倒，所以由爵士也不获得这一盘的胜利。OK， 那就是无可奉靠获胜。